老公，你看这什么？这是你喜欢的颜色。今天就是你的生日啊。所以呢？你的生日礼物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把家良支开了。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呢？我们现在要给家良一个 surprise， 因为你也知道，我这几天前几天我就骗他说把车子拿去维修，然后顺便保养一下，可能要待到几天。然后他现在完全不知道，也完全不知道我们在干嘛。我们刚才不是去拍那个日料？对。然后我就说我们还有其他的拍摄啊，可能跟他没关。然后我现在应该会跟他讲说，我们这边有一小段的拍摄，想要请他出现一下，灵眼的一种概念。我们先去找布鲁斯，我问他现在改的怎么样。哇，感觉起来就是会比较，就是大家会想要整体的造型上配色比较 OK。现在是要拍什么？现在，对啊，现在就是维恩跟那个布鲁斯啊，他因为知道你喜欢车，所以就是想跟你一起介绍这台车啦。这 GLC 300吗？GLC 250 Coupe。哦，对对对，就是它是 Coupe 车型嘛。手动遥控，它会有遥控器，你可以用那个，只用手机给它升降，升降都可以。老公，你看这什么？这是你喜欢的颜色。这是蛮漂亮的。很漂亮，对不对？这是你们也有卖这台车吗？不是，这是我们的客人要包膜，那我们有做包膜嘛，所以基本上客人就选了这个颜色，然后我们就帮他把包起来这样。因为我的车正在修吗？你觉得这颜色怎么样？你觉得这颜色是很好看？真的好看。是你想要的颜色？你有没有觉得它很面熟？你要帮我换了吗？因为我之前刚刚说我想要去包膜或者要改什么，他都不让我改，他说花很多钱。对啊，花很多钱啊。但是你也知道，今天就是你的生日啊。所以呢？你的生日礼物。加油！你们，这是我的车。没错，来看一下。当当当当，这车牌揭晓，是不是你的车？这真的是我的车。很开心。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个？你每天都在一直跟我讲说，你看，这是很特别，这是很特别，这颜色是很好看，我觉得要换这颜色，这是超漂亮的，就是要这种消费。等一下，那所以我车子是有问题吗？因为那时候我车子之前要开，然后他就跟我临时说，我的车子好像碟盘是有问题，要帮我去修。我就好。好了，答案来揭晓。从头到尾呢，车子状况都很好，也很漂亮。只是我也想说给你一个surprise，刚好今天是我们大王生日，所以我们呢就在选在这一天把它交给你。因为我本来排在车的时候呢，最终的梦想，它的样貌就是要像这个样子。但是中间有些工作很忙，要拍戏，然后所以很多东西没办法那么快去做，就有轮框啊，然后烤漆啊，然后包膜还是想说会花一笔钱，然后之后有机会有缘再用到，对吧？然后因为其实我就一直心里想说，我到底要生什么？我看一下，完全不了解。